来，我就一直。上一场的观众，那你最少要先离开哦，就是已经换一场了。不是，哎，我下一场的票都买好了。问第二场是不是还是继续解封？是，但是都好不好？嗯，还没有开始呢，好不好？好嘞，那先好，先入座，准备怎么样？啊，不好意思。